刚才脖子的最后场啊，好像一下子扒下来好多结痂似的感觉，然后好像手一摸有点水的感觉，我再一摸好像没水了啊，我看看什么啊，我看到那个远处啊，像一个佛像一样的啊，像个佛像一样的啊，远处啊。现在外星在做那个肩膀那个位置啊，正在做肩膀那个位置啊，做肩膀那个位置啊。我这个地方的皮肤有块破损啊，那是什么呢？是原来那个外星人呐，要从相当于这插了个电缆线，要给我，要从这里要得到我的信息。早年呢没经验啊，就连拍了一次以后呢，我就没再连拍。到后来才知道，那个外星人是要传消息，是一天要好几次啊！你这边哪里不舒服的，你再拍，就像我说，哎，腿拉紧了，哎，拉紧了，一个星期完了以后，过了一刻，隔了一阵又有了。早年我没想到他会接二连三嘛，所以说，我没有接二连三拍啊，正常是接二连三出来的，我没有接二连三拍，所以呢，那个对接了好多信息以后呢，那个皮肤有点破损了，感觉，所以说没有及时拍嘛，就那个。信息对接在那边，就皮肤有破损了。我想现在我知道的情况，赶紧拍，一天拍好几次就可能。他们不会啊，他正在就像湖水一样的湖啊。他问我啊，他说现在住到那个地方的那个，他问我这个皮肤破损的地方，他那个住出来的皮肤是做完整的还是破损的？那为了要确认我的身份是同我有关的，那只能就做皮肤破损的啊。皮肤对，这是。可以稍微有点，不要比，即现在的情况和正常之间哦，就是比现在情况慢很多一点啊，就是退缩点，不要那么严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随着时间推移，慢慢把信息破解的东西，说不定还能回顾起一点啊。但你也不能说一点没有，一点没有的话，你一场那个像没那么正式了，因为要毕竟要确认身份嘛啊，所以呢，他问我那个地方要不要像我现在这样，那就现在这像现在这样啊，有点皮肤上有点不太光滑啊，有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有点不太光滑啊，好，然后我知道了啊，他住的时候有可能刚才住的比我实际的光滑点，因为我前一个小时，我手一摸的，一抓的以后，抓出来好多结痂还掉下来了，但是呢，我却没起来临拍。刚才呢，好像我担心有什么信息啊，所以呢，我就起来拍一下子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原来是他问我这个事啊，问我这个事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。